比到一本行卡多国际好声音，向下来认识桃园的客家文化。桃园市客家事务局委托地方风格发展协会，桃园潭拍呢，二零一九办农神发放国际之古奖。协会的研究讲，也拜带动当地的国际之古，向下来了解客家传统的茶文化。希望安尼做嚟来推广桃园客家的传统产业，每本也都好声音，同家的好多位。带转去自家国家，生下来大帮安尼，再个同桃园客家文化发扬下去。猜不到，要带下吼。底车国际之古有茶农之土，细心细腻去做茶米，还是学做茶，亲自做好茶米品茶的手艺够强。透过礼拜天宴，不列到国际青年，向下来了解客家茶文化，被本地人认识桃园客家传统产业。I've never picked tea before.So, yeah, it'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tea is cultivated. Yeah, it's very interesting. 自己也是对茶叶有兴趣，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，就是农业，就是背后的故事嘛，就是看他们怎样，就是真的亲手去采，就是第一次。协会认证讲，礼拜规划前土田中体验奖，社包含加拿大、西班牙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台湾的都十五个国际青年，以两谈做办农体验。透过国际机构的交流平台，这样的行销突然靠中的慢食、慢茶、慢酒精神。你阿后生因食茶嘛好，食肉嘛好，都唔掂内边来嘅。你阿茶山本地都直接来到来茶烟。来帮助来摘茶，了解了茶的生产具体是上多样万年。桃园市客家局讲，各种茶园体验，不过个多后生人改变对传统农业的印象，亲身体验田中的朴实，乡下人草不农的生活方式。安尼体验本传统发土，更加创新神奇，每下多年的出群，尤其后生人来了解桃园茶的客家文化。客家新闻台桃园报道。